OK， 那这个那这台相机有内建缩时摄影功能啊，那这台相机里面有内建缩时摄影功能，所以这感觉拍缩时摄影是还不错的机器，因为你还可以接着 USB Type-C 就供电啊，这样子就长时间拍摄也不会怕里面的电池没电。那这台相机里面很，这台相机里面有，这台相机里面有内建缩时。这台相机内建有缩时摄影功能，就是拍摄一张一张的6000万像素的照片。那我觉得拍缩时摄影用这台相机真的是还蛮适合的，因为它还有 USB Type-C 可以供电，你就可以长时间拍摄啦，不怕里面电池用完，然后哇又要换电池干嘛，就会不方便，直接接着电长时间拍摄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下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像素位移高。那下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像素位移高解析照片的功能，它就是有内建防守阵嘛。但是你如果感光元件动一动，然后连拍几张，你就可以组合成一张超级无敌巨无霸的照片。你的。我们先来试试看连拍四张的，我们先来拍拍看连拍四张会长怎么样。所以它像素位移功能如果拍起来，所以它像素功能位移，它像素位移功能拍完了，你是没有办法及时预览的，它就是直接帮你拍了四张照片了，而且是电子快门，没有办法调成机械快门，这也要注意一下。反正就是拍完你没有办法马上看，你要回到电脑自己到软体用完，你才知道到底长怎么样。那我们也拍一个16张照片的像素位移功能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长怎么样。OK，所以现在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会长怎么样。我们待会在电脑上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也根本不知道到底长怎么样。我们待会回电脑再跟大家分享。